的基地阿虎人啊！哎呀，我是大山卡古人啊 ！Yeah， 我是太阳大根牛 ！Yeah， 我是胜利火焰 ！Yeah， 接下来这一位他是新人，我们让他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哟 ！Yeah。昨天我们又去把妹，还是上次那一个妹，耶！为何又是这一位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他没人追。我们想了个办法，要跟他讲个笑话。可是讲笑话的人他要是谁呢？万一长得不好笑该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，我走个手又丢花。我走个别走，我走个别走。你们在期待什么？我们知道，是不是期待打不起妹妹就把她打？出来走走嘛，我们现在外面都完账了，重哎，啊，这当哎，好硬，重症患者，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非常，非常，太有创意了，而且很欢乐，对不对？很好玩，你可以试试看，试试打，试试打，试试打，你用力打，你用力打，他不会痛，三下会痛，别打，哎，姑姑，姑姑来来来来，妹妹觉得，打不起，妹妹就发头，发头，发头，棒棒棒棒棒棒棒，没有，哦，棒棒棒。给天王打一下，打不起妹妹就 battle。Ben Ben Ben， 耶！今年要发了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们当中谁最 lucky？ 他刚刚被开，他会开光。我来，开光。两位天王 ，K 到 K 到灯加钱。好，一二 go。